欢迎收看瞻前观后，咁我系 Jackie 啦。点解得翻我一个咧？嗱，原来是有 QK。Leslie 唔系放咗飞机，佢只不过话咧去一边咧。嗱，原来咧，哎，又要真系麻鬼烦啊！又要睇翻阿猫子先。嗱 ，Leslie 去一边咧，去咗呢个叫做大众踩单车，不过就唔系郊野上，喺城市上。今日咧就有一个嘅活动啦，咁就系呢、这个。叫做第四度無污染香港單車遊咁啊，由呢個西呢、這個活動咧個目的咧就係話去即係、就是、去推廣一下單車呢一種嘅既係運動，亦都係一種交通工具啦。同埋更加之重要嘅就係話，其實單車呢一種嘅交通工具嚟講，其實都可以話喺一個環保角度嚟講，真係絕對零排放。講緊嘅就係話你揸咩車都好，電油車又好，石油汽車又好，柴油車都好，都會有一個問題，就係話廢氣啊嘛。但係你話可能話唔係啊，電車咪冇廢氣咯？嗱，唔好諗得所謂叫做唔好咁天真咁傻。咁啊，電車咧都要點啊？都要插個掣落去插電噶嘛。咁啲電喺邊度嚟咧？其實係發電廠嚟。所謂要去計算碳排放咧，呢一樣嘢咧，我哋都要再考慮到嘅喎。嗱，唔講咁深入車呢一樣嘢咧，就係單車純粹係話靠人力去推動啦，可以由一笪地方可以去到另外一笪地方。好似譬如話黃金寶嘅，佢去參加一啲國際性嘅賽事啊，所謂單車公路賽嗰、那個。距離係可以去到成百幾公里嘅，咁可想而知，其實單車係可以去做到一個幾咁啊，可以話叫做幾咁遠嘅一個嘅行程啊，或者冇講咁誇張咯。今日嗰個活動咧，咁就由邊度去邊度咧？就由呢個西環近住堅尼地城，就係一路咧沿住港島北岸咧嘅道路咧，就踩去呢個筲箕灣嘅。咁全長呢度咧，大約係八公里左右啦。咁有咩好有咩好處或者有咩嘅得益咧？咁啊，陣間呢一個留翻俾阿 Leslie， 佢辛苦完啦，踩完單車翻到過嚟嘅時候咧，由佢去同大家去分享咧，呢、這個我覺得嚟得更加之直接啦。咁啊，話時話喎，今日幾號？今日2月11日，講緊係農曆年初十。咁啊喺度咧，先同大家拜個年，咁啊恭祝各位就身體健康，萬事如意。最緊要咧就千祈唔好被規劃之下，我哋繼續做鵪鶉，因為講緊上個星期嘅，都發生咗一件事啦。咁就係講緊呢個宜居灣區嘅規劃嘅諮詢。是被揭發出嚟，點解我係用被揭發呢？因為就話本身呢個諮詢咧，其實喺一月中旬咧就展開嘅，咁嘅為期咧係一個月嘅時間。咁但係個問題就話，由去提出諮詢開始之後咧，講緊其實政府又冇去即係宣傳到、公佈到啦。亦都講緊話亦都講緊話政府係冇呢個，亦都係話冇去話真真正正去公開去諮詢啦，甚至乎講緊連一場嘅諮詢會咧，嚇佢都係叫做好似尖沙咀碼頭巴士總站呢一件事咁樣樣，喺2005年開個諮詢會都淨係話講緊係得一啲獲邀請嘅團體朋友嚟到，佢先至係可以去參與。但係講緊點解會被揭發咧，就係話冇辦法，政府個程序咧。所謂一樣嘢好簡單，佢點都要去做啲嘢嘅，點都要去叫做公布十隻字好，一隻字好，佢都要公布出嚟。但係就係呢一隻字，呢十隻字咧，就所謂叫被揭發出嚟。咁引發出嚟咧，就有一班嘅年青人啦，我就唔中意用80後嘅，點解咧？80後呢個字其實係源於大陸，我哋係香港人，我哋咧就所以咧，我哋就唔中意。我自己就唔中意用80後啦，用年青人。一班年青人，佢哋去發起一個行動咧，係要求規劃署咧係重新嘅去檢討翻，去做翻呢一個嘅。哦，你衝翻入嚟啊！嘅。哇！你做咩突然之間出現？馬場，哎，利是到來。我未結婚派咩利是嘅？情人節冇人陪啊！有人想約我嘅咧，隨時可以 call。
我都知嘅，即係論。等等先啦，我揾翻支麥醫先。即係論高咧，我知道我唔夠你高大威猛嘅。咁我繼續講住先啦，呢個灣區規劃。咁啊，要求呢、這、一個咁啊要求政府方面咧係延長諮詢期啦，同埋係真真正正去做一啲公開諮詢咧。咁除咗一班嘅年輕人之外咧，亦都係有社民連啦、阿吳文遠啊、阿陶君衡佢哋，亦都係話發起咗一個行動咧，係去即係叫做去。追數啦，追規劃處處長數。喂，你講起規劃處嗱，我點解遲咗翻嚟咧？嗱，講翻俾大家聽先啦，暫短你少少歌病。啱啱又去完規劃處，又規人規規不自規啦，又點樣規人規規不自規？冇嗱，啱啱其實咧，點解我遲咗翻嚟就係啱啱去完。上次咧，我哋上一集咪請咗阿 Jackie 同埋何來上嚟做客席嘉賓，嘉賓同主持嘅。嗱，咁咧。他哋咪搞一個單車嗰、那個爭取個北岸，講到北岸嘅單車徑嗰個運動，就今日啱啱搞完，啱啱、我就喺筲箕灣飛車翻嚟嘅，係啦，咁啊啱啱其中一個地方去咗啦，咁就規劃署啦，咁另外一個地方去咗咧，運房局又叫阿局長出嚟，好舒服行翻轉啊，今次應該踩翻轉，喂，定叫阿副局一起去潛下水咧，嗱。咁講啦，今日呢政府官員就冇㗎啦，星期六㗎嘛，五天工作㗎嘛。咁不過就咁今日呢頭先嗰個情況就都好虛撼啊。咁啱啱我去完嘅時候呢返即係佢哋大會公佈喺灣仔嘅時候呢話警方嘅數字都話嗰度起碼有600多架車。啊、通常呢警方嗰個數字都要點啊誠意㗎嘛。咁又冇咁誇嘅嗱，大會嗰邊公佈咧都起碼800，因為佢哋係簽曬名，頭先我都幫佢哋手咧，係攞住啲板俾啲人理咗嘅，就簽翻個名，咁啊證明翻即係有咁嘅人數，冇督數噶嘛，冇得督數啦，係咪先？即係我哋都簽唔切曬啦，已經起碼我相信我哋都簽咗90%嘅啫，仲有10%，我哋都未捉得切，因為要趕住要開工啦。咁變咗頭先今朝早嗰個情況咧，今朝早民主黨嗰邊啲議員同埋公民黨都有啲議員嚟咗啦。嗱，民主黨有邊個咧？如果依家唔係議員嘅，阿善仲佳喺度，我見到。咁跟住見到仲有區議員就陳文翰啦。跟住仲有胡志偉啦，又過咗嚟。咁依兩個我認得嘅，主要就係、見到佢哋喺度啦。咁好似頭先睇下先，係啦，公民黨嗰邊咧就阿司馬文喺度，咁啊，跟住頭先仲有我哋一啲友好嘅朋友啦，好似阿 Katie 即係中西區關注組嗰邊啦，佢哋又喺度啦，咁我哋自己芝麻之聲，因為今次都係一個協辦團體嘅，咁我哋亦都有三個成員落咗去，我啦、阿 Edmund 啦，同埋阿 Chairman 都落咗去嘅，咁啊都有落去一齊踩。咁但係點解我冇去呢？嗱，因為今日咧我就另外有一單嘢要做嘅。我哋經過你今日去過嗰度會展。今日我就去咗邊度呢？我就去咗會展。開工啊又？唔係，你唔好講開工，陣間先講開工。嗱，今日去咗做咩呢？嗱，其實我哋搞芝麻係其中一個目的係咩？巴士啊嘛。巴士做咩？我哋都某程度上都算係一個保育，去保育個巴士站啊嘛，係咪？係冇錯啊，應該係成個巴士文化。冇錯。今日我去搞咗啲咩呢？咁其實呢，我哋叫做去保育個巴士站、巴士文化啦。咁巴士文化有巴士站，咁咪有巴士㗎啦嘛。嗱，透露一下先啦。其實呢，嚟緊我哋都應該會有機會呢俾大家開下眼界喎。想怎樣開眼界？嗱，開呢個眼界是什麼呢？如果早個零兩個月之前呢，大家可能看 YouTube 咪看到有條片，為什麼有兩架九巴在澳洲 Sydney 出現的？哦，很簡單，就是買了。所以那條片就是推上報的。但是說緊香港呢，其實都有一批有心的巴士保育人士呢，留了一批巴士在這裡。那我今天呢就去一邊呢，就是話說其中一架被保留下來的巴士呢，其實已經成架是完成很修復的了，很靚仔的。但是很可惜，個車牌原本當年即是香港的車牌，香港的車牌呢被人勾，我哋叫做勾咗出嚟拍。講唔講得車牌 number？ 唔好講住啦。又唔好講住啊！賣下關子先啊嘛。咁都好賣呢個咩關子？梗係好賣啦。算啦，嗱，不過如果講埋先啦。咁啊，
嗰既然嗰個 number 俾人無端端勾咗出嚟咧，咁我就今日咧就同埋嗰個車主朋友咧就一齊去會展，意圖或企圖地投翻個牌。唔好話投啦，真係直頭搶啊！因為係唔係個車主 去申請出嚟噶嘛，係人哋申請出嚟，即係去搶佢翻嚟。於是乎，但係好彩，多謝上天庇佑，佢已經係成功投咗翻嚟啦。嗱，哇，咁犀利啦！不過咁啦，你話嗰個 Exactly 嗰個車牌唔講得啦。嗯。嗰部係第三部嚟噶嘛？嗰部車好似我冇記錯。係、嗯、啊。第一部咧，其實喺我老友度嘅嗰個車牌。嗯。不過就裝咗上佢架私家車度。係啊。佢嗰個牌係咯，個都所以喺沙田區點解大家會見到一個咁熟口熟面牌？因為其實以前嗰部車又係有一段時間喺沙田區行嘅，喺沙田啊嘛。係啊，就三 BL 一嗰部車牌啊，車 Exactly 個 number 唔講啦，真係車牌。咁啊，所以點解你會喺大圍有陣見到有架咦？點解以前九巴嘅車牌喺度嘅咧？有架紫色嘅戰車跑車啊！嗱，但係點解要咁刻意去真係叫佢搶翻個車牌翻嚟咧？嗱。你試諗下咯，雖然而家嗰啲保留落嚟嘅古董巴士而家唔出得街啦，喺唔出得牌，唔出得牌。咁但係個問題就話、是，假以時日，如果真係可以令到呢批嘅保留落嚟嘅古董巴士可以好似大家睇 YouTube 咁樣，但係事件係發生喺香港的話，冇個如果嗰個車牌唔係當年嗰、那個，會唔會覺得有啲失色咗少少咧？咁啊係，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咯，嗱雖然話今時今日大家買架巴士翻嚟咧，有可能話例如巴士公司賣車俾你講，司個 terms 係話唔准你喺香港出牌啊，玩到咁絕咁串啦嚇。咁但係一樣嘢，如果呢啲有心人能夠成功話爭取到政府肯放寬嘅時候，咁總有啲嘢可以同巴士公司傾嘅啫，冇話呢個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如果連個牌都被人攞走咗，就真係好似有點唉爭事。即係到時候唔係掛翻嗰個牌，可能掛咗前後一部車嘅牌，都好似失色咗，冇咗個原裝嗰種感覺。係啦，即係所謂好似咧，阿糖糖咧，佢中意儲咩㗎？好似儲紅酒啊嘛，係咪先？連張招紙都話要換過第二隻嘅，即係嗱，好啦，咁啊又講咗。你又講咗去踩單車啦，我又講咗今日走去搶翻個牌翻嚟啦。但係仲有一樣嘢未做喎 ，Leslie 你點啊？嗱，一頭先咧，你未翻到嚟嘅時候，我已經同觀眾朋友拜一年。啊？點啊？咁你係咪應該都同啲觀眾朋友拜翻個年？頭先啱啱咪講咗嚟多次咯，唔緊要，年呢啲嘢唔怕拜多次嘅。呢、這個出入平安，路路亨通啊！嚇，最緊要大家繼續。客似雲來天星繼續啊！咁呢個九巴就盡少收車啦，係啦。嗱，你啊頭先喺度咧啊，就話我問我係咪又走出去開工？你唔好諗住我冇睇節目先得㗎。我知道有一集你同阿魚毛咧就真係爆我大鑊，話我出去。咁唔係爆你大鑊，咁你聖誕節開工嗰次都叫咗我出去影咗嗱，尖沙咀嗰啲咁嘅旅遊巴標位嘅問題啦，咁啊即係可以無啦啦日乾日白唔阻人唔阻成啲風勢旅遊巴標位嘅假期遊客黃金嘅節時間嚟嘅，係啊，點可以封曬啲旅遊巴個站㗎？啲泊車位㗎，係啊係啊，但係咧，傻㗎，我會俾翻個嗱，上次聖誕節咧就可以話叫做衰咗啦，政府係咪先？嗱，我俾翻好消息你喎。啊點啊？嗱，今次咧農曆年咧嗰幾日咧，我都係有俾人捉咗出去開工嘅。唔係，即係又係開工。農曆年嗰幾日啦。嗱，初一、初二晚，尖沙咀都有節目啊嘛，係咪？係啊，係啊，係啊。初一晚就花車巡遊啊。初二晚咧就放煙花啊嘛。係放煙花，我一間講啲激氣嘢俾你聽。好，冇問題。嗱。呢兩日咧，嗱正常嚟講，逢親呢啲大時大節有咩 function 嘅話，其實差唔多叫成個尖沙咀封曬㗎啦嘛，係咪？嗱，其實如果我自己覺得都應該嘅，因為尖沙咀係真係一個咁集中嘅地方，係咪？因為你人流佢多啊嘛，係啊，咁啊大家行下啦嗰日，即係舒服啲或者辛苦啲都好啦，唔知係啦係啦。嗱，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好啦，有咩事發生咧？嗱。聖誕節嗰日個情況，聖誕節嗰次嘅情況就話由24號下晝一路封到去25號夜晚26號凌晨啦，一路直落啦，係咪？嗱，今次咧農曆年初一、年初二嘅做法係點咧？佢就年初一下晝3點
至到夜晚十二點，當晚嘅十二點，即係話初二嘅日頭點啊？即係初二日頭可以照擺翻？係啦，然之後就然之後咧，就初二嘅下晝三點至到夜晚十二點，係啦。啊，咁啊，真係從善如流啦。可能有啲嘢真係咧要見咗報咧，咁咧差人都睇到噶嘛。你又沒有鏡頭？我有冇鏡頭我都做嘢㗎啦，咁呢個當然啦，唔好抽人哋水啦，算啦。嗱，即係呢一樣嘢，我自己都會覺得今次政府警方啊運輸處方面係從善如流，即係從善如流咧呢一樣嘢，我哋係覺得係值得讚嘅，值得讚嘅，因為實在咧要記住咯，我哋見到如果話連旅遊巴嘅泊位都搞唔掂嘅，你諗下啦嗱。大家都知啦，新春又發生多單翻版阿珍事件，拍啊嚇，都唔知誰是誰非啦，依啲又。誒、最緊要咩啫？嗱喺度啊！哇，咁樣嗱，好簡單，即係嗱，如果我哋連一個旅遊巴標位都搞唔掂嘅，咪更加多呢啲衝突，啲客見到買到你，係啦，即係話你唔等埋我，你開架車走，其實原來個巴士司機係俾個差人講緊，係啦，咁啊死過啦，跟住搞到咩呢喂！上車就嚟嘅咯，貧富旅遊，嗰個可能未必有幾十萬賠嘅咯。係好，但係喂，俾人貧打完都唔緊要啊，最慘你知係咩啊？點啊？喂，啲客唔會明白你哋啲司機做乜㗎嘛？跟住點啊？打去公司投訴。唔係啊，翻上拍 YouTube 啊，又擺上網啊，土豆嗰啲啊。唉，咁啊真係大件事啦。所以話咧，其實。尖沙咀我哋都講過成31間酒店，仲有咁多個旅遊設施、旅遊場、旅遊設施喺度咧，即係有啲嘢講真的有抽水啦，真係搞翻好佢啦，政府唔好話一味係話去放啲大陸團落嚟，喂，香港嘅旅遊業講緊二三十年前咩係主力啊？鬼佬啊、日本啊、星馬泰啊嗰啲噶嘛。嗱，咁你冇得講噶啦！當年嗰陣時，內地未咁自由，俾佢哋出入境咧，唔係唔想做，唔係啲人唔想落嚟，係冇機會落嚟。冇機會落嚟。但係到今天，大家成日講啊嘛，來自內地嘅旅客佔咗幾成咁樣啦，其實係超過一半啊。係啊，其實係啊，超過一半。咁但係記住咯，呢一半人入面有幾多係真係旅遊？有幾多其實只係落嚟買奶粉呢嗱，好慘嘅一件事，依排咧，好似我上網睇見，好多人去講緊話內地人落翻調翻轉落嚟香港買日用品，以前我哋上去買噶嘛，有一段時間，早大概四五年前，因為嗰陣時平啊嘛，人民幣未升值啊嘛，咁但係依家調翻轉佢哋落嚟買，但佢哋落嚟買其實可能仲貴過喺內地買，但係點解佢哋要落嚟買？點解咧？你又喺度玩尋人滋事啊？唔係啊，嗱一樣嘢好簡單嘅啫。因為他哋對香港嘅依家賣緊嘅嘢，那個管制對啲食品安全，對於嗰、那個日用品嘅安全，佢係咪買到正貨依樣嘢？佢對香港有信心，對香港嘅法制有信心，係啊，佢先至要落嚟。嗱，講真啦，依家賣奶粉唔夠，其實咧，我哋真係唔應該鬧啲內地嘅父母，係父母啊，記住，係啊，係落嚟買奶粉嘅。比著你係佢內地嘅父母。你生咗個細路，係上面有奶粉賣嘅，但係你唔知嗰啲會唔會有三聚氰胺？你能力範圍可以嘅，你住深圳，你有通行證嘅，邊個唔落嚟上水買啫？咪等於我哋上去深圳買嘢一樣嘅道理啫嘛。係啊，你做乜要鬧人哋先？依啲嗱，要鬧只可以鬧嗰啲水貨客，就從中 cap 水。除咗水貨客之外咧，嗱，以千祈唔好亂咁去鬧埋嗰啲內地父母咧，又話鬧人蝗蟲啊，又剩咧，依啲係好侮辱、好歧視性嘅一啲語言。嗱，呢一樣嘢，除咗係話啲水貨客之外咧，其實嗱，坦白講，更加之要去留意咧，就係咩咧？啲藥房同埋特區政府。有冇做足嘢？嗱，依家咪有個藥房咧，我睇有線訪問咗有個藥房，佢話我賣俾嗰種醫落嚟，你話賣我標高咗個價先，跟住咧，但係如果你肯即場開罐，即係證明你係等於你係會自用嘅，你先至敢開嘅啫，因為奶粉開咗罐係唔擺得超過一個月嘅。係啊，咁你係自用嘅，即刻減翻錢俾你，就正即係調翻正價。嗱，可能有啲人會覺得好多此一舉，好煩嘅。咁但係其實喺政府依家束手無策，嘢又唔做嘅情況之下。這個藥房算是有良心的，算好了。 我會覺得這一間藥房它是用一個這樣的方式來保障父母呢，
香港的爸爸媽媽，其實不止香港的，內地的如果都是自用，他買一罐兩罐的，其實對於他來說開了都不是問題的，都是一樣的。是啊，是啊，但是問題就是政府其實要去做事呢，必需品來的， BB 不可以吃飯的。你知不知道我看《親子王國》那裡呢，我看到有些網民，你知道餵兒子吃什麼？人奶？人奶都沒有啊，餵兒子吃白麵包。我聽過，聽過。是啊，但問題就是，唉，即係我哋其實芝麻之星咧最叻，其中一樣嘢叫做比較有本事係做啲咩，就是、資料搜集啊嘛，係咪？嗱、我做嗰啲資料搜集。點啊？嗱，如果要去政府要去處理奶粉嗰個供應問題咧，其實咧可以有法可循嘅喎。戰略物資啊，你當佢 ？No， 其實咧有一條法例咧叫《儲備商品條例》，就是、香港法例第296章啊。咁原來呢條法例管咩嘅咧？管咩啊？管你同我都要食嘅米啊，仲有原來呢條法例咧喺1997年回歸之前咧，個法例入邊仲管咩？知唔知？豬油羊、豬油羊、雞鴨鵝，仲有火雞。啲火雞嘅真係唔係成日食啦。嗱，亦即係話，如果真係政府要做嘢嘅，其實好簡單，就對於呢一條法例咧，諗諗佢啦，諗一諗佢咧，咁就已經。因為頭先講緊米咧。成年人食啦，即係過咗三歲啦，可以話叫做過咗三歲嘅就通常有白米都叫做捱到都好餓啦，有米。但係細路你米你就算煲粥仔，有啲即係好細嘅 B B 係唔食得噶嘛，你即係叫飲粥水又唔夠營養噶嘛。係啊，咁其實諗一諗奶係咪真係可以奶粉可以列入埋呢一度咧？嗱，真係嘅好笑嘅，早幾日咧咁我有一晚啊，好得翻一個人自己喺屋企食飯啊嘛，出咗街陰公啊，唉真係。咁啊，跟住結果咧，我又上 Facebook 寫又話有冇人得閒陪我食飯啦、啊？咁住鬧人問約嚇食飯，咁跟住點知你我表姐竟然覆咗我一句，叫我陪佢個 B 食奶。你食埋一份啊？啊！佢叫我陪佢食奶。我話唔好玩啦、啊。我話奶粉呢啲留翻俾 B B 啦，搶得咁辛苦。跟住我表姐就係一句，係啊，真係搶得好難，因為佢 B B 都係一歲唔夠嘅啫，其實。所以其實想想如果我哋將翻搞翻掂呢啲民生嘅問題，其實咪少好多問題。仲有一樣嘢，我哋成日講緊話點解我哋咁重要，成日講緊話農田農地，點解啲人要去捍衞菜園村咧？要有農地咧？記住啊，你有錢都好啊，如果糧食唔夠，唔係你有錢一定買到噶啦。係啊，個農夫可以唔賣俾你，佢自己食都得噶嘛。喂，你仲有一樣嘢喎？有錢冇用，個錢就食唔到噶咋。喂，你仲有一樣嘢喎？嗱，頭先我講一條法例出嚟咧，就管都係管肉類啫嘛。點解冇管蔬菜嘅？啊，咁呢個真係奇喎。記唔記得我哋以前阿媽買完餸翻嚟點啊？會同你講咩啊？咩啊？哇，仔正啊！今日新界菜啊！哦，依家冇曬啊嘛。都唔係冇曬嘅，哇，係啦，咁啊個問題，如果你話走翻去，你記住啊，所有嘅混亂咧，所有嗰啲政局不穩咧，就因為糧食唔夠啊！中國你睇翻成個歷史，次次都係啲天災人禍、黃禍嗰扎咧，就跟住結果咧就會出事噶啦。好啦，引用翻一位文人阿陳雲先生嘅解説，凡字點寫啊？轉頭翻嚟再傾。好，翻嚟第二節瞻前顧後。係啊，頭先講到邊度啊？陳雲將個飯字解説食飯，即係冇得食咪飯，就咁簡單啫嘛。其實，即係記住，真係咧糧食咧係好緊要，尤其是依家大家都知道，好似澳洲啱啱打風咧咁嚴重，係破壞咗好多嗰啲種菜啊、種小麥啊、種米嘅地方咧。其實咧一路個食物嗰個價錢會飆升，所以大家亦都要諗一樣嘢咯。大家成日講緊話用植物去做燃料，好似話用粟米嗰啲，其實已經扯高曬，以為環保啲，但係扯高曬咧啲食物嘅價錢。食物應該拎嚟食㗎。首先解決咗食，你搞亂咗食有多嘅，你拎嚟做呢啲冇問題。嗱，但係如果你話講攞食物有關嘢攞嚟做燃料咧，我就不得不提一樣嘢喎。乜嘢？呢一個叫做生化柴油。係。生化柴油其實係可以點樣？你知唔知可以點樣做嘅生化柴油？
用燒啲廢油咯，好似例如炸完嘢嗰啲萬年油啊，燒燒嗰啲油，好似早幾日報紙咪啱啱講，話大陸人落嚟香港搶購，但係就買翻上去，唔知做煮喎、啊，你幾驚啊？係真係嗰啲其實應該本身應該嚟做係生化柴油嘅原料㗎啦。嗱呢一樣嘢咪可以去諗一諗啊，但係好可惜，唉，即係香港又唔用得柴油。好啦，你話講食飯，我又想走翻少少去翻旅遊業喎咧。點啊？嗱，旅遊業曾經我都講過啦，講緊二三十年前，其實都算幾風光。哦，係啊，係啊，係啊。好啦，而家咁集中於國內同胞，萬一有一日突然之間唔放水喉，哦，咁你咪香港咪自己顧掂自己啦，唔使啦。其實你諗下，到上海起完迪士尼都係已經好大鑊噶啦。即係你諗下一樣嘢咧，就係話政府又唔去揾撈翻啲外籍客啊、日本客啊翻嚟嘅時候，一味話啊，祖國同胞好，祖國同胞妙，祖國同胞點點點咁樣。咁根本係記住咯，依賴曬一樣嘢咧，結果咧佢係會有一個操控權喺去操控你。係啊，所以你話一樣嘢食菜咧，真係噶。我都幾回味咩？以前咧出去食飯嘅時候，新界油菜啊嘛，依家寫又係咯，邊係咩叫新界咯？仲有咩叫新界油菜咧？不過其實你話而家真係要去揾翻現有仲有嘅農田地方咧，唔係冇嘅。去下邊咧？去下古洞啦，去下呢個馬屎埔，再入少少嘅沙頭角公路和坑段咧，都仲勉強見到啲嘅。算罷啦，你要明白，當你如果見過有啲地方。是那些農產品俾你可以睇得到，跟住你仲可以轉頭食得到喎。你知入餐廳其實都係嗰啲嘢嚟嘅啫。係啊係啊係啊！你又好開心，好似你去台灣咁啊！啱啱嗱，點解上一集咧？嗱，我又要講翻上一集，我哋係漏咗一集嘅。點解咧？唔好意思，小弟其實係去咗台灣嘅。其實衰啦，咁跟住我叫咗依個人咧，就同我做節目，點知佢係臨時有事又做唔到，所以點解我哋上次 miss 咗一集嘅？你啊衰啦！你啊走去偷台妹。唔係啊話，唉，算罷啦。我邊有去溝女啊？冇玩啊！點知啫啊？嗱，講翻先正經嘅，因為咧點解成件事？我。去到見到人哋一車車啲菜，哇，好大個啲咩嘅椰菜啊，嗰類咁嘅高麗菜嗰啲，喂，你好開心見到，跟住你食嘅嘢又知道原來其實都係依啲嘅，睇住一車車係好靚，其實每一個植物啊，嗰啲拎嚟食嘅菜，其實都好似一件藝術品，係好靚啊，可以。但係你見到香港呢啲嗰個感覺，你依家喺個田，你見唔到依啲嘢噶，你已經冇依啲冇咗依田，留翻啲田嚟俾你做咩啊？起曬樓，留翻啲田俾你做咩？你好似菜園村嗱，好簡單。菜園村啱啱初三、初四佢哋搞個回事台音樂會，嗰塊田已經俾政府鏟曬啦。嗯，因為起高鐵。嗯、但係喺佢早大概兩三個月前未鏟之前，我入過去一次，其實係好靚，綠油油一片。係啊，但係跟住你再諗啊，我哋上次做節目叫阿 Jackie 佢哋上嚟嗰次，啱啱我咪攞住本新假期。就講緊台東，佢哋嗰度係點樣？有人喺度開音樂會嘅，可以春天喺個田野。我嗰日去到就見到呢個地方，見到菜園村喺依塊咁嘅叫鏟爛咗嘅田。但係開一個音樂會，其實原來係好正嘅感覺。你正過喺紅館個山就係你嘅佈景，嗰塊地就係你嘅你四百蚊位都冇咁近嘅地方，嗰種感覺，香港原來真係冇乜依啲咁嘅地方。依家係越嚟越少啦。喂，你試諗下一樣嘢，仲有新界油菜你要食嘅話，何來點逼你食北京菜、韶關菜？唉，其實揾咁遠揾啲菜落嚟，你用咗啲車運落嚟，其實咪一樣浪費燃料。所以話咧，有啲嘢叫咁講啦，即係彎，即係走翻轉頭。節目一開始我講過呢個灣區規劃。大家諗一諗頭先我哋講過啲乜啦？嗱，好啦，翻翻嚟尖沙咀先啦。好，我哋越講越遠啦。尖沙咀嗱，咁啊，其實咁啊，其實我哋啱啱又過年啦。過年應該通常要去做咩啊？呢期咧，呢幾年咧最 hit 由2003年開始 hit 起嘅啦。其實呢件事係啦，咁啊，多得阿何志平，
何志平當年就喺車公廟啦，信耶穌就入去車公廟求神咁啊，求緊知大家都知咩事？2003年發生過咩交事？咩香港最慘？唔好話交事啦，即係慘事啊！其實當年香港叫做真係淒，唔係慘添啊，之後淒慘啊！即係4月1日，我好記得張國榮唔喺度啦，嗰陣時就係跟住沙士啦，跟住之後就7.1啦。大家都知道唔係7.1之前就23條啦，23條就所以俾7.1啲咁多人行出嚟啊，多事之秋咁好啦。咁啊之後何志平賴咗一次嘢，以後就變咗，以後唔敢去，就見嗰唔知點解由官咧就傳到落去新界黃道阿法叔，梗係新界啦，係啦，依個法叔道咁啊，法叔啊咁樣就接咗依個棒啦。但係又係跟住大家就問。喂，佢代表得邊個？佢係咪淨係代表新界球啊？唔代表九龍啊？又係咪淨代表葵村？嗱，先唔講呢樣嘢先。咁結果好啦，年年去求籤咯。嗯，大家咧，我諗最深印象，發叔求有一支籤就係君不衰亡，人不超，顏似鬼卒皆為妖，秦王桃花長城足，禍害禍害皆自招。咁啊，車公吉。支簽就講曬成個高鐵嗰單嘢啦，幾乎已經係啦。即係大家睇依支簽，我諗即係3歲細路哥都識解，真係嗰一年又中曬喎，真係中喎，中到準到喎。今年就咩啊？搞到跟住咧，啲80後又跟住依家又話啊嘛，你代表乜嘢啊？佢淨係你先可以代表得香港球嘅，我唔得咩？咁啊，跟住成班80後去球啦。咁不過咧，都話唔好80後咯。唔係嗰班咁講啊嘛，即係當嗰班真係嚟嘅咁事實。咁好啦，發生到依個依樣嘢，咁跟住好啦，既然車公咁靈，咁我哋係咪都應該要去試一試咧？喂，唔好搞。不如嗱 ，Jackie， 我講翻今年支簽嘅時候，你咧就喺 Facebook 揾翻有冇揾到舊年支簽？應該係有嘅喺我哋嗰個，好難揾喎。嗱，其實咧，有啲嘢嗱，求籤唔好迷信咗一支籤先。大家記住，其實係等於一個老人家去俾個提點你嘅啫。即係你覺得聽完有啲咩可以啟發到，咪就係都係一件好事啊。咁其實嗰個咁嗱，今年舊年其實我都已經有去為尖沙之星去求咗支籤啦。嗯，不過好低調，冇同記者講，冇成嘅。今年亦都係好低調咁啦，去咗求咗支籤。不過今年咧就係以成個尖沙咀碼頭呢個地方嘅地運嘅心去求嘅，就唔係同尖沙之星去求嘅。今年咁咧就求咗支中籤翻嚟，20籤啦，係啦，即係。阿發叔嗰支夠係中籤啦。嗱，其實咧，我哋依支籤咧。我讀一讀俾大家聽啦，20籤就叫做神裝露彩計邊雲，玉佩珠顏錦似銀，色質是空，空是色，觀音塵勸世間人，解藥咧就係不可貪心，自身平平，家宅平安，求財啊搬水。嗱，咁其實依支籤嘅後面個解説已經可以話到俾大家聽啦，不可貪心。不可貪心，呢個梗係啦。因為成個地方，如果邊個貪心想攞依塊地，佢一定後患無窮，即係已經可以解到係。佢一定好大。難道你會去衝擊？嗱，唔知會發生咩事，唔知會發生咩事。自身平平，家宅平安，我哋嘅希望，因為我哋成個地方個地運啊嘛。咁一家就係所有喺嗰度嘅嘢啊嘛。即係碼頭啊、巴士站啊，甚至附近嘅商鋪啊、文化中心其實都算噶，係啊，因為我哋雖然話我哋即係唔想佢當年拆咗個火車站啦，但係內河唔拆都拆咗，係啊，咁但係佢依家都係嗰度嘅一個地方一個好重要嘅標誌啦，都係，咁其實就係話嗰度應該都幾風平浪靜嘅，家宅平安啊嘛，咁啊自身平平啊嘛，咁即係冇乜事發生啦，希望都係。咁啊，求財半歲，咁啊，即係其實都係講緊，可能就係話天星依家可能有啲微蝕嘅，或者巴士公司喺嗰度嗰個 operation， 即係嗰個營運，可能都未必係賺得好多錢啦。咁即係財運平平咁解啦。咁但係就其實都係咯，守住咯，即係其實都係一句提我哋乜嘢咧？依支籤又係話色質是空，空即是色。我諗大家都好明依一句嘢係乜嘢啦。可能你明多啲，點解咧？嚇，嗰個你師兄，喂，又抽人哋水，我都話唔好再抽人哋水咯。唉，你哋真係
嗱，舊年其實咧，我哋都去車公廟求過一次籤，不過就係成個尖馬之星去求嘅位咗。咁、其實嗰陣時車公咧，亦都提咗我哋一樣嘢，要修行，要做嘢，要做嘢。咁舊年我哋咧就做咗乜嘢咧？就係、寫咗一份報告，去到關於成個尖沙咀嗰個旅遊規劃啦，係啦，點樣去保，點樣去處理一啲解決一啲因為保留巴士總站而衍生出嚟嘅問題啦，係啦，或者可以點樣去改善翻成個尖沙咀嘅旅遊配套啦，咁起碼呢個膠樽事件啦，係啦，真係，唉，仲好笑膠樽，我琴晚聽自由風咧，一開到阿吳志森喺度講膠樽，話唔通吳志森講旅遊巴泊位不足？昨晚冇聽喎、我唔好意思，膠樽佢哋就學埋呢個文匯大，唔係學埋呢個大公報嘅威水史，大家都知道人流咩事啊？香港形容係人流啊嘛，人嘅流動啊嘛 ，OK。但係佢哋嘅簡稱人流，即係人工流產，結果大家都知道，大公報喺呢個新年期間無啦啦講咗好多次袋，即係新年流流講啲咁嘅嘢。OK， 咁唔好講咁遠先。咁其實交津係交通津貼嗰單嘢，咁係咯，你搞咁多交通津貼，其實係一樣嘢咯。又要變到咩？由個人變到又要跟家庭計。咁好啦，你搞咁多嘢，其實點解你唔係應該去保留住一啲可以廉價交通俾啲人可以有選擇先咧？喂，俾你有得選擇，仲點樣樣去嚇焗人咩啊？即係依家係咪懲罰緊一啲相對較有能力嘅人啦？嗱，即係其實你用津貼呢個概念咧，其實係已經係即係話係本身嗰件嘢係貴得離譜啊！依家係真係依家佢呢個概念係嚟得離譜，就一定要係靠一個津貼先至令到啲人可以出去做嘢。咁係啦，但係嗱，如果咁嘅情況 ，anyway， 我哋就係話交津，我聽完就話。笑咗咯，即係呢啲咁嘅簡稱咧，真係小心少少。真係如果唔係咧，就真係好。膠樽苦主大。膠樽苦主大聯盟，我哋就嚟可以開多個另一個膠樽噶啦，即係咁搞法。係啊，真係咁搞法。嗱，個問題係話嗱，舊年啊，唉，實在太耐啦，都支籤喺度嘅，嗱揾到啦，我讀翻啦，舊年支籤咧就59籤就上籤嚟嘅，名也成事，利也成，原來教旨在窮經，若然不即修行路，終有名利，亦恐傾。話呢個咧又係咧，我諗咧同呢個君不衰，防人不俏一樣咁易解呢一支藥。咁就變咗就話，即係舊年就車公太歲，就車公大歲咧，就提醒咗我哋咧，就真係要，所以真係叫佢做啲實在啲嘅事情，即係 feel work 啦，地區工作啦。係啊，名利兩得，家宅興旺，自身得運，求財大利。舊年我哋都冇乜財喎，冇乜財嘅，唔係即係比前一年嘅七一收多咗少少咯，咁都算嘢。但係我覺得嗱，如果你話講求財大利咧，我諗呢又諗一樣嘢喎。點啊？我係諗我哋第二次刊憲，哦都可以嘅，都可以咁解説嘅。即係講緊係話去到 double 比起第。比前年即係 double 咗又多，即係 2.5 倍喺度，又抽下水先。多謝各位幫我哋簽個名嘅香港市民，呢個係你哋嘅功勞，唔係我哋嘅功勞。係啊，嗱，但係提先，順便提一提佢哋啦。嗱，應該咧，而家政府路政署嗰方面咧，就應該一路覆緊電話、覆緊信啦。覆緊電話、覆緊信。嗱，提一提你哋點樣去應付咧？好簡單嘅啫。佢通常都係有四個難嘅，佢寄到封信翻嚟。第一個難咧就係、是、叫你話我接受嘅，即、就、係、是、你呢個解説，咁就除唔再去反對啦。或者叫簡單啲咁樣講啦，總之。你見到封信又好，見到封 email 又好，甚至乎電話到都好，你記住一樣嘢，你記得係覆翻佢，唔會撤回呢個反對意見書。冇錯啦，呢個我哋係反對呢個喺梳士巴利道喺個迴旋處塞住尖沙咀碼頭嘅巴士入口，巴士站未入口噶啦。咁啊，一定係記住要係講，記住都係繼續反對。繼續反對，無論有補充好冇補充好，但係最好都係俾啲補充佢。嗱，最好俾咩？俾啲咩補充咧？嗱，通常個封信咧，頭先 Leslie 提到咧，封信覆咗翻嚟咧，有得俾你揀噶嘛。嗱，最好咧，譬如話佢有個空格俾你咧，就話我維持。呢、這個反對並有以下嘅補充，咁你可以例如佢未解説到，你留下條線
會唔會入入？會係點樣去個車流會係點樣？或者簡單啲，你覺得係根本唔應該喺未評級之前就拆咗個巴士擁閘？總之一路呢啲嘢全部、你總之諗到嘅理由就照繼續覆佢，佢就一路同佢回帶就得㗎啦。係啦，但係通常咧回帶嗰個咧就唔係你哋回帶咧，就政府官員。我冇乜所謂嘅鬥回嘅啫，係啦，咁鬥回啦。嗱咁啊。去年車工大税咧就咁啊，呢支係幫尖馬之星球嘅，係啦，咁我哋就都叫做順應咗啦，順應咗，順應咗車工大税個指示，咁我哋做咗份報告書出嚟啦。係啊，因為佢不積若然不積修行路啊嘛，仲有名利恐傾啊。但係我諗翻嗰幾個禮拜，真臨尾衝刺埋尾嘅幾個禮拜，真係大家好辛苦。冇錯，係啊，嗱，咁啊，今年呢支籤20籤。嗱，但係唔好淨係睇自己嗰支啦，又要再睇翻啦。其實咧，嗰班 so called 八十後啦，又去咗求籤，佢哋咪求咗幾支嘅，三支。咁其中一支，佢哋就係求到講緊成個社運，成個香港社會個社會運動。記唔記得第二支嘛？幾多我就唔係真係好記得啦，突然之間。但係我記得大概佢哋個意思就係話，之前做落咗好多嘅嘢。其實是會有效果啦，開始，會開始即係前人種咗嘅嘢。大家諗諗，其實大家so call 成日講八十後啦嚇，蔡元村呢件事，因為嗰班其實都好 active in 蔡元村呢件事，係啊，嗰班佢哋嘅叫做頭頭啦，阿 Joy 其實喺邊一件事係爆出嚟嘅？大家記唔記得中環天星？中環天星皇后，蔡元村到今天，2006年到今天，我哋打過好多場仗啊！即係我哋見到佢哋係打過好多場仗，成個保育界係啊，係打過好多場仗。呢一個其實就係話俾大家聽一樣嘢。之前輸過好多仗，唔緊要嘅。利東街我哋冇咗，天星我中環天星我哋冇咗，中環皇后我哋冇咗。但是到今天，我哋開始應該係之前做落咁多嘢，係開始收成期嚟噶啦。又或者我會再宏觀啲去睇啊，即係所謂有一樣嘢，當前香港我諗真係可以用多事之秋嚟到去形容啦。咁可以話就話前人種落或者付出咗好多嘅辛勞，可能在於一般嘅市民嚟到去睇就係話可能你哋只係做咗傻仔，做埋啲無謂嘢，即係講緊，即係成日我講啦，都嗰八個字之外嘅嘢咧，就一切都係多餘。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多事之秋嘅情況底下，其實前人一路做落咁多嘢嘅時候話咧，其實會唔會就代表住一樣嘢，香港嘅鬆繩咧？呢、一個我反而我會去咁樣諗，呢、這個希望可以咁講啦。我哋亦都希望就係話睇到，好似呢個頭先你講緊嗰個，我未嚟之前講緊嗰個規劃嗰單嘢啦，係啊，被規劃。其實亦都你睇到咯，又有另一班人會肯行出嚟，識得行出嚟。其實某部分嘅都同我哋都一路都有一啲合作嘅朋友嚟嘅，咁。因為大家在互相一路去幫手不同的 project 的時候，可能這個 project 我會跟得貼一點，另一個 project 就你跟得貼一點，因為很老實，跟一個 project 都可以跟到你看，即天昏地暗，是啊，真的可以很拿命，但是如果多些不同的朋友肯走出來試一下，跟著自己又去做自己有關，即覺得說有興趣對多些的，在買時間下去做的，其實咁樣先至係真真正正嘅公民社會應該可以做到，發揮唔同人嘅力量，唔同人有唔同嘅專長啊！冇錯。咁所以其實當咁樣一路發展落去嘅時候，每一個界別、每一個方面，我哋都有一啲即係民間專家嘅時候，政府要去推一啲如果係違反到社會利益嘅嘢嘅時候，舉報會更加艱難。其實話可以咁講啦，在他們那一天去規劃處的時候，我都有路過一下，跟一些年輕人都去分享過、交流過一些經驗，就是說很過癮的，即是自從中環天星
之後，其實發唔發覺一樣嘢 ，Leslie？ 但我哋一起做尖馬，一起去關心呢個香港社會咁耐啦，都一段日子，發唔發覺政府呢幾年做嘅嘢咧，都係得一套模式。點咧？低調冚住，然之後咧，總會被揭發噶嘛。跟住係咯，想胡混過關，但係又胡混唔到喎。胡混唔到，跟住點咧？死撐夾硬嚟。嗱，對於可能好多香港人嚟講，會覺得政府要夾硬嚟，你都冇辦法噶啦，係咪先？但個問題係話，試探翻下一樣嘢，姑且當我哋認下叻啦。好多人都話尖馬其實都拆硬噶啦，冇得玩嘅，點知冇得玩？我好記得咧，呢一個嘢咧，係某一次我遇上一個係同呢個地方好有關係嘅人。他第一次認識我，跟我說了一句 too late， 是啊，太遲。但是估不到兩年後，現在第三年了，其實已經在未緊。是啊，個巴士公司仲生喺度。或者一個更加實在啲去講，就係話實在啲去講，就係話原本應該講緊幾時啊？其實零八零九年，佢最早嘅 planning 係零八年已經要拆啦。但是如果計刊憲的話，就零八零九年十一月啊嘛，係咪都可以？一零年就已經應該要喐手。係啦，咁但係講緊或者叫做一個可以證明，就係話唔做一定冇可能。記住新年，我哋啱啱過咗初七人日。好多人話你做嚟都嘥氣噶啦，政府搬得條線走就一定唔會俾佢翻去五號巴士。就是、我哋爭取咗一年半，同好多地區居人士，爭取咗一年半，五號線都係翻咗去尖馬，都係翻咗去啦。起碼啱啱一年啦，起碼呢一年內，至少市民唔需要再受害，唔需要轉車，唔需要凍冰冰喺朝頭早五點幾鐘。我好記得嗰個清潔阿姐同我講，佢五點幾鐘要翻去尖沙咀嗰邊開工，喺碼頭嗰邊。但是因為五號不到，他住在土瓜灣那邊，五號不到啊，跟住他要凍冰冰在摩地道行過去尖馬啲隧道，一個女人仔，你叫他怎樣去，即係好危險噶嘛。係啊，所以記住一樣嘢，我哋如果唔去做翻啲嘢嘅，係唔會有嘢改變，係乜都冇可能，冇可能嘅事，我哋都令到佢有可能。而家我諗叫做最後一個總結啦。其實我哋生於香港，長於香港，我哋有嘅係咩？對香港嘅一份情。我哋唔想香港係沉淪落去，我哋就我哋就一定要自己去肯多啲留意時事，適當嘅時候應該要行出嚟咯。係咯，咁就咁啊！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咁啊，下集希望嘅應該聯絡緊，應該都相信都會成事，就會請咗一位高人上嚟。OK， 系啦，再唔系就可能带大家睇下啲古董，到底系点咧？留意下星期啦。系啦，咁啊，瞻前顾后，再一次恭祝大家，系啦，新年快乐，系啦，咁啊，万事胜意，出入平安，拜拜。拜拜。